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前几天我在我的 IG 上面看到一个广告，那这个广告的游戏是一个手枪射人哦，那有点像那个像快乐轮子吗？好像也不太像。然后它有分好几个模式，那我们来问问看经典游戏这个。然后这款叫 Mr. Bully 子弹先生啊，啊子弹先生。然后这怎么玩？脱翼以瞄准射杀所有敌人。哦，剩他蛋蛋。这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来到第二关。这个金子弹是我就目前第一发，是不是？我们连续贯穿他们的蛋蛋，连续贯穿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刚才就有两个？好，然后这个好像反弹吧？连续爆头。这个应该是有办法弄弹的吗？用反弹的，嘿嘿嘿，哎，他不会反弹哦，重来 ，OK， 看起来蛮简单的啊，哎，没射到，重来，射应该射最上面的，哦，压死他。TNT 好像是爆炸，什么啊？射蛋蛋，射蛋蛋，最喜欢射你蛋蛋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可以回去吗？回去上一关。哇，怎么回去闯一关啊？好吧，刚才那一关不行了。你刚才就两颗星。这一关的话反弹吗？太上面。好，认领。天书二。好，继续。这应该是把它打下去砸他吧。哦，他可以延续贯穿好几次哎。好，再来这个是，应该是反射吧。哦，那他摔下来就好了。嗯，不行，我想一枪打到那个缝隙里面。有点难。弄啊！哎呦，一定有方法。就别让我找到。怎么弄啊？哦，我知道金子弹的意思，就是在一发以两发以内打完的话，就是三颗星啊，应该是，也不能连续发射。
欸，可以欸，这种游戏广告真的蛮多的，一发解决有可能吗？爆炸是爆炸，可是这一个没有。重来重来，我刚是瞄到这里吧？哇，成功了，没有爆炸。张数二，日本武士。新游戏模式解锁。咻！好，这里的话，简单。这里的话。没有成功。赞赞赞，好，再来打中间的。他们死掉吧，蛮有趣的。他们有时候，好，这应该就是打这个，他。你看不好，这再一次，不行，发太多发了，有了，咦，好，这一关的话，啊，这样就死了。反射，这里的话，好，这里应该是打这里呢。OK， 聪明。咦，应该是反弹吧？左边。哦，好，再来。呀呀呀呀！哦，这是僵尸哦，这怎么弄啊？哎，这个有趣，我喜欢。这个的话，反弹打。OK。然后这个。Yeah！ 啊！打到我，打到我了，我没事。哎，这一关也太简单了吧！喂，啊，打这里，哦，直角哎。然后这一关应该是，哎，哦，它反弹有一定的次数。OK， 我知道了。有时候宕机蛮奇怪的。OK， 好，直角打过去。这个的话，哦，你就后面的石头砸死他。我发现只要打完三关，他就会有广告，就这样。人质新游戏模式解锁，好，我们先玩玩这个经典游戏。OK， 哦，这 BOSS 吗？他怎么没有？他没有。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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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什么啦？我刚刚那个蛮有趣的，怎么是那个啦？我现在第几关的啊？直接这样不就好了？啊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没死，这样也没死，等等等，为什么这样不会死啊？好，来。好，我们打后面这个。为什么觉得很遥遇？一定有方法可以。怎么弄啊？啊，我知道，反射。再近一点，这里吧。一定可以。好，再来。第四关，这什么？再见。哎，这一个的话，没死。没有打得很精彩。只打死一只。赞。这里。为什么觉得这一关跟某一关好像很像？哇，毫无难度啊！不是打这里。不是，没死。不能一发解决哦，再来这一关。没死，压死这个，等一下哦，你掉三两发哦，好，再来。信哦，这里，好，再来，打左边吧。不，赞。要两发吗？我想说，能不能一发解决他们？反弹，一发。第五关，章节五。这个红框框是什么？我原来是那个按钮会出现那个。
哎、欸，蛮有趣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也是照大的一种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那一关可以两发，一发就可以解决了。这一关的话一样，都偏简单啊。就有些关卡好像前面都类似有出现过了。好、啊，然后这一关，哎，都这些都出现过了、啊，这好像也出现过了。好，再来。哦呦，哦呦。主角都不会有事啊、欸、他们死掉那个声音实在是很猎奇耶、这样吗？嗯，反弹过去可以吗？可以，然后再射他。也是一个吗？只能一次一个。这么无聊。只能这样子啊！第六关，西部牛仔。咦，就把它推下去而已嘛。哦，这个不错。好，再来这一关。友善之火。哦，友善之火应该就是不可以打到自己。先不要用啊。当然先，哦，打过去之后嘛，如果用友善之火的话，应该更难玩吧？好惨哦！我刚刚那关我回不去了，算了。哎，怎么那个了？呀呀！赞，这个的话，打上面那个吧。哎，没有，那爆炸吗？下来，哦，这一关的话。OK， 这个好难哦。OK， 反射吗？你这放屁怎样？这个的话，水。不是哦，三颗。这里的话，真是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两颗水。第七章。这里的话，
这里的话，反弹吗？真的是反弹。因为刚才是那样玩哦，这里应该是反弹，然后穿过所有人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打完之后反弹吗？怎么用呢？有了，角度问题。这有一个车子，这样就死了。好，这一关的话，还蛮简单的啊。这个话是什么？怎么一个白色的？压他，这里，有。太早了，OK， 现在这里的话，这么大只一下就死了。对不对？有办法一颗而已吗？上面好，然后也是新关卡，推椅子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有些特色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两颗有，所以对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反射要杀他。不行欸，有些特色大概都这样子啊，所以这个有些推荐给大家，我们再多玩几关吧。OK。就适合打发时间用的啦。妞，好，这一关的话，那我什么一个按钮？什么啊？是要瞬间吗？这一关是有了，
下去打他，没死。我要推箱子过去砸他，啊，也没死。哦，这关有点难哦，这样怎么弄？不能太强哦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里的话是这样吗？咻！好了，差不多了。等等哦，好啦，这我觉得这种游戏介绍到这边差不多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好啦，往这关吧。哦，好啦。这款 Mr. Bullet 子弹先生，那推荐给大家。那不管是搭车、通勤啊，这个开车啊，开车不行啊，开车不行玩啊的搭车休闲的小游戏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目前先这样子啊。那喜欢我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你们讲这个档案，就每期影片你就要冲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